何鸿燊的四房长女何超莹近年都很少公开露面，上年又自爆因为社交恐惧症而害怕面对镜头，日前她罕有出席活动，激瘦的身形就引起了网民关注。而何超莹事后发文谈及相隔五年再出席公开活动的感受，表示正在康复中，又说如果不是何超琼她都做不到，感激何超琼和闺蜜林心怡。逐渐克服社恐的何超莹今次同家姐一起现身，久未面对镜头的她似乎亦有点紧张。好，唔该主任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唔该晒。